见过曹王殿下，本王是专程来看望太子的。啊，不知这位是？，在下裴行俭，见过曹王。 太子殿下，裴行俭，在。我可是在陛下面前夸下了海口，你明天务必给我拿点真本事出来，不要丢了我的颜面。卑职定会全力而为。普巴努，在。 刚才忘了介绍，这位就是臣弟要献给太子的勇士普巴努，他可是从众多勇士中精挑细选出来的。裴行俭，你要是想破格提拔为太子的近身护卫，明日就得先过了他这一关。普巴努有礼了。 守约，曹王阴险，定是有备而来，你一定要万分小心，切莫受伤。殿下放心，这次的比武在我们东宫内，想逃曹王也使不出什么花招。更何况，我对自己的武功有信心，我绝不会让曹王的奸计得逞，让他把内应安插在殿下身边。如果是光明正大的比试，我对你的武功有十足的把握。 只怕对方使出什么阴损招数，防不胜防。守约，你与我是君臣，也是朋友，我不希望你有任何闪失。谢殿下抬爱，守约一定遵守与殿下的约定，为殿下赢下比赛。
裴行俭，你竟敢御前行刺！来人呐！ 太子求朕给裴行俭一个解释的机会，朕也想听听裴行俭怎么说。就算你对曹王没有加害之心，劫持亲王也是灭九族的大罪，朕倒要听听你如何舌灿莲花、自圆其说。
陛下容禀，罪臣刚刚决定劫持曹王，就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。罪臣今日和蒲巴努比武，争夺的就是太子晋位一事。身为太子的晋位，第一要务就是救太子于危局，拼尽最后一滴血，也要保证太子的安全。在刚才的对决中，卑职旧疾复发，不能恋战，只能尽快结束对决。刚刚若是实战， 在体力不支的情况下，首先要保证太子的安全。所以卑职想到的最好办法，就是擒贼先擒王。陛下莫要听裴行俭巧言狡辩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他以下犯上差点就伤了明儿，不能姑息，必须严惩。 裴行俭，你今天的行为虽然梦浪了些，但却是真心为太子着想，也不枉太子对你的提携和信任，你有勇有谋，临危不乱，朕也颇为欣赏。朕就盼你赢了比赛，以后继续留在太子身边，尽心保护太子。 谢陛下宽仁，裴行俭一定忠心保护太子，把近日龙泉上供的宝剑拿来，分别赐予裴行俭和蒲巴奴。是。谢陛下恩赏。 小豆子，亲娘说你去库房取司线了。什么司线呀？取了两个时辰。司线呢？小豆子贪玩，听说皇宫内有比武，心痒难耐，跑去看热闹了。你答的倒是坦白。早晨我是怎么说的？上服局不是不录院，容不得你如此散漫。 拿我的话当耳旁风，我错了，请逐大家责罚。罚，我当然要罚，而且还要重重的罚，不能让你带坏了上服局的人，坏了我的规矩。你溜出去了两个时辰，那我就罚你跪四个时辰，不许吃晚饭。罚跪之后要干完我今天交代给你所有的活，如果干不完， 明日罚你双倍。小豆子知错了，小豆子认罚。不入院那种地方出来的，就是没规矩。依我看呢，就是罚得太轻了。阿碧说的是。看他以后还什么神气。